Nobody ever knows. Nobody ever sees. I left my soul back then. Oh, I'm too weak. Most nights I pray for you to come home. Praying to the Lord. Praying for my soul. Yeah. Superstar 沈博怪，开心开心，算了算了，这首歌就像我感觉就是每次上厕所的时候憋得慌，然后就哼出来了。好 ，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了优酷新时长扩充的直播间，欢迎我的兄弟们，哇、然后。很开心博怀带来了一个非常帅气的开场舞，谢谢。你们觉得帅吗？喜欢的话 Q 个一吧。好好好，我就不说太多了啊。今天主要是请大家来跟我陪我聊天，然后跟大家分享一些好玩的事情，好分享一些好的故事。然后呢，你们做个自我介绍吧。来吧来吧来吧。大家好，哦不用买。大家好，我是崔少鹏 TC Choi。 对，哇、wow、哦 In the house。 来，博怀。大家好，我是以另一个全新的身份今天来到这里的沈博怀。大家好。好好好好，我来一个啊。Hello， 大家好，我是今天你们的依然帅气的 Cocos。 有没有看到我今天的打扮？有点正式啊。 Amazing。 为了符合这个主持人啊，真的，我真的安保大哥感觉。哎呀，很强。哎呀，是谁？是谁在叫我？是谁？是谁？但是少鹏这边很色。很帅啊 ，Every day like this， 哇，真的 ，Born like this， 很机车啊，超机车的，重型机车，哈雷，行行行，好，那我们先坐下来吧，坐下来跟大家聊吧，来来来，客人们请，老板请，来，你请，老板请，你请你请，自己人不要客气，当自己家一样就好，当自己家一样，坐啊，哎呀，哦，坐下来，舒服了很多，站着确实。有点紧张啊，但是我上一次也是那种感觉，就是跟大家一起的话，我会比较放松。对 ，relax and enjoy， 很开心你们今天能来。Cool， 对啊，谢谢你邀请我们来。哇哦，你真的说这些？你先这么说，跟着你的节奏嘛。客气了，客气了。刚才博怀带了个舞蹈，我觉得你进步了很多。实话，有没有就是出来之后跟在里面的感觉怎么样？就是。对比你觉得有什么在里面的感觉怎么样？这个话听起来我觉得我觉得其实今天我来这里就是主要想跟你们探讨一下这个问题，关于舞蹈，关于这些技巧，这些很实用的这些东西，然后我想就是收获一些东西，然后记在我的小本本上。确实也是，因为我觉得你现在跳舞就是比以前更加的有力了，power 更足，是不是跟 natural 的时候？跟 natural 必须有关系啊！待久了就有这种感觉。那我先走了。哎，没有。哎呦，弟，号称是我天生有的性格。马上问你，马上问你呢，你别急嘛，对吗？那崔有什么好的最近一些事情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呀？最近吗？对啊，最近就一直在做歌，然后筹备，可能接下来会有巡演。对 ，rap love，、因为。少鹏在我心里就是一直都是一个很稳，就是表演非常稳，而且非常知道他自己要什么东西。就我都不知道我想要什么，我想要什么。你想要红，是不是？想要成为 rap star， 想不想要嘛？想要哦，刚好引出了我们今天的重要的一个主题，想要成为 super star 吗？哇哦，想吗？这是我们三个人都想要成为的吧？对，现在虽然我们现在不是说特别好，但是我觉得我们每天都在进步，每天都在努力。是的，包括我出来之后就是一直报课干嘛的，就是没有让自己停下来。或者你们有什么好的经验分享给我？对，我因为崔的话，我觉得在舞台上其实
你会很放松，但我上台就是会有点紧绷，会紧张。其实我觉得紧张是都会的，就大家都会紧张。嗯，但是紧张其实它不一定是坏事，就如果你能够平衡好这个心态，然后尽可能去投入，把这种紧张就是变成你的那种兴奋，对，嗯，对对对，心跳的感觉都懂了，在舞台上弄。我也经常问他，对对对，会不会紧张？怎么？身体是热的，但是我们头脑是冷静的。对，我其实现在就超紧张。对，对，那说到 superstar， 有点紧张啊。说到 superstar， 你们有没有就是喜欢的明星或者是自己的偶像啊、目标啊？有啊，有。从崔开始吧，对吧？ Okay。 哇，崔今天真的，哦，这个姿势。Okay。非常的帅气我，你应该知道我喜欢的就是 superstar 是谁吧？对，差不太多，但是我看你今天的造型很像，是吗？是，你不是很奔放、很机车吗？今天？对啊，就是很像，很真的很像，但是我又说不出来。Okay。 但是我希望你能可以模仿一下，模仿一下 ，OK。哎，来拉近一点，拉近一点，我们看一下，给个特写。哇，这个眉毛是怎么做到的？我是做不到这个，我是试一下，我试一下，有那味吗？不要强行点，抽筋了，有那味了，抽筋了，挺好，挺好，挺好。哇，大家很热情啊，真的。那我知道那我知道你模仿的是谁了，我知道是谁了，而且我也很喜欢，也是我一直一个非常的很高的一个偶像。我觉得我也挺厉害，对对 ，get 到了。全民偶像，对 ，G Dragon， 权志龙，酷。但你今天这个痣是一直都有的吗？不是，颠的。精致的 boy， 精致的 boy， 一个小巧思，对。小心思一定要有的小心思，每个人都有小心思的。除了我们今天其实聊这些事情之外，其实也是跟大家互动，还有抽奖的一个环节，是的。对，会分享给大家。如果大家想要这个礼品礼物的话，就可以私信给我，优酷上哦，打扣充哦。私信给我，我会抽两位幸运观众，然后把大礼包送给你们。你们想要吗？说不好有他的大礼包呢，都会有很多惊喜哦，大家一定要来哦。耶！想要，一定要私信啊，是吧？是要私信给我的吧？必须的。对对对，私信，对对对对对，啊！哇哦，今天确实。今天是这个月最后的一天了，良辰吉日，对，是，所以说要打扮的帅帅气气，而且大家就是精神面貌比我都还好。是，对，说到 G Dragon 啊，都好。少鹏有什么就是喜欢的他的一些风格，或者是他的穿搭呀，或者是他的歌曲表演的风格，你可以来一个吗？穿搭怎么来？就比如说他喜欢怎么穿搭，比如说你今天这一套。其实我觉得他就是很有态度，他不太会去在乎别人怎么去评价他，或者是觉得他这样穿好不好看，他就是跟着自己的怎么说心跟自己的感觉去走。嗯，我觉得就我看过他的纪录片，他纪录片里有一句话说的是我自己满意我自己就好，对，我觉得这句话很酷。嗯，很 real。 行，我们现在好像因为刚才说有抽奖的环节，嗯哼，但是我们要拿出来，我要看着抽，对吧？对，因为今天来了还是要给大家带来福利 的，所以说大家不用担心，我们时间是够的啊。但是我要看一下，好吧，看一下怎么给大家抽个奖。好，看弹幕抽奖，随机抽取，看弹幕抽奖吧。 OK 行，那今天你们两位是嘉宾，要不这个福利给你们两个，好不好？哦，荣幸。OK， 可不可以？ OK， 可以。对对对，我觉得因为后面还有宠粉的环节，对，大家不用担心，我会有好东西送给大家的。所以说这个福利我觉得可以给你们。OK， 你们看一下嘛。好，看一下，大家把屏幕刷起来啊！你们随机抽啊！哎，我就抽这个二之日，他发了一个爷来了，一下吸引到了我的眼球。哪一个？是。哦，说起山楂，大家等一下，我有点，哦，我懂了，不好意思，光看着大家的刷的一些东西，忘了啊，因为今天其实大家看到我们桌子上的东西没有？看到没有？这个就是大家一会会抽到了一个产品，看到没有？这瓶水饮料，嗯，其实因为刚才。我想喝来的，但是我感觉好像是摆得太好了，我又不敢动，才发现哦，这个是抽奖
的获得一个产品，然后会送给大家，大家可以看一下，三瓶有不同的口味，而且我觉得小孩子特别喜欢。但是今天你们来了，你是客人，我先请你们喝好不好？好，好不好？你们自己选一个，啊，随便挑吧，这个吧。那我喝这个红色。我们三个干个杯，然后把这个奖品，到时候大家抽奖的话，最后把这个会发给大家，大家一定要抽了奖之后还要私信给我。酷。对哦。我们干个杯吧，好吧，我们先。好久不见，干杯！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好久不见。行，我们继续接下来吧。说到刚才的 G Dragon， 然后少鹏，你就是有什么表演的才艺可以让我更加的知道你特别喜欢他？就是跟权志龙有关系的是吧？对对对 ，Money Again Order Pass Sweat， 哇， wow， 全身都是 Sweat。对对对，从头到。那你今天是有准备了？崔，有准备一首歌，对，有准备一首歌。行，崔。看你的表演了，我觉得要来吧，现在就来吗？不是，哦 ，OK 啊，可以了，你就放松了，放松了，直接来吧，放松，对对对，直接来吧，因为我也想很久没看你表演了，那我们一直都想看，我以为开场的时候你会表演的，来吧来吧来吧，我是直接直接来直接来直接来，没事没事，呜，啊。Money again, order pass, where? Swear. Money again, order pass, where?几条不离几呀那 Yes I'm a pretty boy 那那那 Time is so flat a lot of boy 火花树摩根头那爸爸欧巴那 my bad boy I'm a T to the C Going in Thomas boy 누가아니래 You know I be there 오늘의 DJ 나리차이나오는미Hey, 아가씨아가씨난춘거나지용씨리리와봐요귀여운미니남자친구나는마지나마지내니사야속인미소김태씨와김미소 Oh my god Say what Get your pray yo Get your pray yo Get your pray Get your pray yo Get your pray yo Get your pray yoGet your brain, get your white, so serious 过来女孩过来男孩过来过来给你蜡笔蜡笔、过来女孩过来男孩过来过来 Get your brain young, brain young、果然是 TC 对哎呀来了猝不及防太帅了太帅了可以可以可以你今天的造型就是真的我觉得站在那你不是他你就你自己对对对我当然是我自己一直在发光你看灯光都一直给你在闪一直在给你闪哇看完他很舒服好帅就我真的很喜欢就是少鹏在舞台上的感觉放松、谢谢就是放松谢谢就是我不管怎么样我有自己的风格少鹏他在舞台上、对他特别有自己的个人魅力对对再夸再夸膨胀不要夸不要夸对对或者你有刚才对少鹏表演有什么想说的吗我觉得就是我看少鹏很多舞台我就觉得少鹏他很有自己的风格而且在舞台上他的那种自信感还有就是对自己这个作品的驾驭的那个能力的那种自信的感觉是我想要在舞台上表现的那种哦我觉得你们的舞蹈也是超棒 OK 开始商业互夸了是吧所以你刚才告诉我你是抽的哪一位呢然后把他名字念出来然后他刚刚那个给我就行我要不重选一个对可以好你们两个选一个一人选一位好对然后把名字说出来然后说出你的名字之后私信给我就 OK 了展品就会送给你的哦就直接选名字就可以了对对对你看一下就看一下大家刷起来让我们看到大家扣一的扣一看到想要的请扣一那谁你们先选吧你们先选来崔哦我就崔戳一好我发现一了我是演这个吧大声的说出来告诉他崔戳一我选择的是我是演技派我是演技派哦好这两位观众非常的幸运你们抽到了大礼包到时候你私信给我这个东西就会送到给你哦哦
非常幸运，非常幸运。来，我们接着回到我们刚才的话题吧。对，嗯，因为说到刚才表演的时候，说实话，我在节目里面，因为博还基本上跟我住一起嘛，是的，也经常聊天。他就是那一次看了你的木赖那场表演，完全被你迷到了。哇！天天都在说，天天都在说，真的。啊！哇，好像是我天生太帅了，太帅了，而且每天都在练 rap。非常努力的在 rap， 对，这个我也知道。博怀当时是有一个 rap， 然后我们还有一起沟通过，对对对。我有请教，私下请教过少鹏那个，对，哇，就是博怀真的非常，就是他喜欢你之后呢，他就说，我不管怎么样，我也要变成这样子，我也要努力去写，而且他每天也在写词，对，他就是，我觉得博怀就是一个非常就是很懂事一个。他是哥哥了，其实我比他小。对对，他有什么问题他就会问我，然后我到上吴立雄，好，大哥大哥都是大哥，在场都是大哥。那说到了 superstar， 那博怀有什么喜欢的吗？明星或者目标啊？我觉得我一直以来比较喜欢的一个我的偶像，也是我的目标吧，也是我在这个行业里面一直学习的一个前辈，是 Rain 郑智勋。哦，哇，他很帅。他很帅，长得太帅了，身材好，长得帅。我洗脸，他那个舞知道吗？就把衣服套在手上，很经典，很早期的，然后就喂。太帅了，那你要模仿一下，我才知道你是不是真的喜欢，对不对？我觉得我模仿一下我们 Rain 老师的一个经典舞台，就是他的那个声线什么的，然后这个我就是在这模仿吧。OK， 然后就是很认真的看你啊，开始啊。那个呜呜呐呐，那个叽呐呐呐呐呐，就跟吧。你确定这是 Rain？ 你确定吗？你确定吗？我不行，我没有他十分之一那么帅，但是我今天。但你很有就是自己的感觉。OK 了。对对对。但是就看你看得很开心，对。很想上厕所、啊，就很哎呀着急，我也想上厕所，咋办？啊、你去，我来主持，我来主持。不过我觉得真的，博怀是一个非常会模仿人。你再来一个，再来一个。再来个什么？对，你可以就是表达你这模仿的能力。我想想哈，